哎呀，马桶这个星球，大黄又在给他搞伤口。他现在这个脚就严重了，刚才他给他清理的。哎呦，你看这几个脚，现在每天用碘伏给他泡，但是连着泡了好几天还是有脓，现在给他上药。哎呦，你说我们马桶受罪的，这家伙可怜巴巴的呀。童子，你咋那么可怜呢，乖乖？啊，你消停一点啊，大黄给你抹药呢啊。咦，看得让人心疼。你说我们那么喜欢驰骋的玩的狗，结果现在因为个脚的事天天在家倦着，而且这么长时间也没好，关键是又是挤伤口，又是挤脓，又是干啥的，一直好不了。你这个伤口哇，一年了，中间好好坏坏，好好坏坏，断断续续的，没完没了。大喘气，你是疼的吗？你是疼大喘气吗，马桶？那咋的啊，那不敢给你上麻药啊，上麻药你这本来都傻，一上麻药就更傻了，对不对？再说了咱这现在也没麻药啊，你就自己麻痹自己好不好啊。现在那边你看这边就上的药呢，伤口已经挤好了啊，给外面给它上的是创伤药。现在这个伤口倒是容易长，关键是里面那个脓啊老是清理不彻底，就是伤口长住了，里面又充脓了，所以说你就是肉是从里面开始烂，里面开始感染，就一直弄不好，给他搞了好久了。马总其实还挺懂事的，还是挺听话的，他即便再难受他配合你，让你给他搞。哎，四个脚全部有问题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伤口不长你就给他抹药，别给他包袜子，抹那个药长伤口长得可快了，就这个药粉。刚才我让你看到那两个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它是长出来的，里面是泡，所以我又给它弄烂了。你别给他弄，泡的是脓吗？对，泡的还是脓。是血。有脓没有？一个是血，一个是脓，那两个泡完一个。哎呀，乖乖的。所以今天我就打算不给他去那么干。给他换换面，该用给那边上药了。马总其实还挺配合的，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，但是还挺配合的。他知道在给他治病，在这方面他跟大黄是跟主人是心有灵犀的，是不是彤彤？啊，彤彤，坚持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咋整啊？你是咋回事啊，马总？啥命啊？你这是？从小你都命途多舛。啊，刚把你买回来的时候你就各种生病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嗝屁要了你的命啊！紧接着好日子没过几天吧，你又是这儿疼的那儿痒的，不是吃火腿肠皮儿就是吃铁环啊，又是发烧又是咳嗽又是感冒的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长大了身体健壮了，你看你啊，又是三天拉肚子两天拉肚子的啊，你这又咋整？这干脆又来了一个彻底的，四个脚全部烂了，全部会脓，全部感染了，啊！真替你操不完的心呐！哎，我跟我妈坚持上药子，你还是快点好起来吧！你就好起来，你拆家我也开心，好不好？拆家我也开心。你说你这个脚让人看的，哎呦扎心的嘞！看这脚，现在刚刚的上的药。他是疼不是啊，他是脚过来一直动他，是不是疼啊？他把我们疼的大喘气，疼的一直动他啊，小腿弹掉。哎呦，东东，我的东东啊，你咋这个命呢？你咋受这么多罪嘞？啊，东东。所以说大黄就一老是给马桶改善伙食，就是看得太可怜了，给他开小灶做羊奶罐头，给他用那个羊奶肉肠还有各种好吃的给他做那个开小灶做美食，就是为了犒劳他安慰他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。哎，不过对马桶来说只有在清理伤口的时候他痛苦，伤口清理好之后他都不痛苦了，他该拆家拆家，该捣蛋捣蛋，该玩玩。但是每次清理伤口的时候马桶就难受的，你看看大喘气。好了，清理完了啊，再疼个两分钟就不疼了。真受罪啊，我的桶。
好好休息吧，傻狗，快点好啊。